师父，你一定要救救我。他们竟然要剁掉我全部的手指，如果没有了手指，那我不变成机器猫了吗？你是一个坏人，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。站住！大半夜的，你们两个跑出来干什么呀？你猜。记住，我们现在要让他们主动交出身世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来，打个招呼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隆重的有请小世界。九月、十月，那什么时候开啊？我们的乌龙院又回来了。I'm coming。今天呢，我要跟你算总账。哎呀！